嘉义县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乐林中心就举办了一系列的课程，让长辈退而不休，充实家己的生活。嘉义县人力发展所联合水上乡乐林学习示范中心，在创新学艺的大厅举办会当食的味点，迄个年代的年菜，展出乐林学员的画作，将年菜画成画画，画中菜阁变成实体的佳肴，让人非常的惊艳。这一包一包就亲像是真的年菜图画，是出自水上乡乐林学习示范中心的长辈一笔一画所画出来的。嘉义县人力发展所联合水上乡乐林学习示范中心，在创新学艺的大厅举办会当食的年味，迄个年代的年菜，将学员最有印象、最有记忆的年菜画出来，和馆长张良拢非常的惊艳。这个画展实际上是很应景，对桂林哈，而且这边画你看到有你会吓一跳，那你很难想象是出自乐林中心，我们所有的这些没有画画基础的人的手，那实际上通过老师的调教，他们画把年菜那画出来。那实际上每一幅都让你感觉到惊艳。那一看到说，这些人真的没有画画的基础吗？这些人真的过去从来没有画画过吗？确实。那说我老师的调教，确实每一幅啊都登得上殿堂。现场的学员也分享，细汉的时阵，每当过年就会有人客来厝内，妈妈就会炒腊肉来招待人客，所以这是伊相当期待的一道菜。就很记忆当中的好滋味。那以前都是在农家长大的，那就是妈妈以前呢，因为农家就比较好像过年过节都会比较好客啊，有一些亲戚朋友来了，他们就会喝一点小酒，然后妈妈就说用腊肉来请客人就比较方便。所以有时候一天就有来了好多客人，然后就每次都是用了腊肉来请客人吃，那我们也觉得很好，所以我就 这几年我几乎每年也会自己去炒腊肉来吃这样子。馆长张良表示，这是一场非常应景的晚宴，看到年菜画作就知影要过年啊，都看到这亲像是真的年菜画，真正会让人惊一跳，真歹想象这是出自无画画基础的乐林中心学员之手。透过老师的调教，每一包拢非常的惊艳，也重温学员的美好记忆。新闻新闻综合性嘉义县采访报道。叶校长，你好。嘉义的整个发展里面，我们都很清楚，产业太过单一，所以嘉义可以选择的就业的机会啊，相对少。让整个世界再继续往前走，台湾应该在未来的产业里面。有很多的布局跟想法，未来的世界经济还有很多的未来产业，我们希望嘉义可以被整个中央考虑，就是有机会在这边成立，然后变成科学园区，嘉义变成是一个发展的重点。世界看到台湾，而且加码投资外商要来，借这个机会，我想科技部、国发会、经济部，我就把握这个机会，嘉义刚好得天独厚，也有这个环境，也有这个土地。让我们中央大力投资，让它起来。叶校长，以嘉义的这样的空间，包括湖园这么广，而且空间在做无人机相关的这个试飞，包括测试，一般都有比都市有更大的优势。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林雄航太园区，有可能发展无人机。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一个创新研发中心。我们已经跟十家业者跟中科院签了 MOU， 他们都同意进驻了。所以我们希望院长能够慎重考虑我们国家级的无人机研发测试验证中心，那未来是否有机会设在嘉义？台体大的校区，那这个也是属于中央。那我这个请秘书长跟国安部、中科院还有国发会、科技部这一块。我们也专案来帮忙嘉义，让这个进度能够快。